今天是3月3号下午的4:15，礼拜日。这边我们来到了国家动画博物馆，这边人很多，然后参观吧，有一种日式的建筑，还有这个大棵的树木，这个树根真的很特别。然后那边的花也很大。哦，这边今天人还蛮多的，有些店还是很多人在排队。这树根，我觉得这边的树还算是蛮美的，就很有特色。虽然看起来很壮观，但拍照因为有角度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直接用摄影的。这是树根，还蛮漂亮的。现在气候非常的温和，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，因为昨天然后到了13度，哇，这是日式的建筑，很多人大家抢着拍照。这里日式的这边有拍照，我先生已经在前面了。服务中心设备，我现在已经走了一轮了啊，看得如何啊？看那个，他那边有一些简介，国家漫画博物馆的简介这样子。嗯，这里以前是台中行舞场吧？行舞场。对啊，然后是每一个每栋里面都有。有艺术家进驻吗？可能有。我看有些有很多是卖吃的这样。好，我就在